小羊点心铺开饭咯。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，今天是星期六，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德胜麦片。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，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德胜的经文吧。今天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圣经上的保罗有一次去宣教，传扬耶稣的福音。他所搭乘的船遇到风浪，船被打翻，船上的人飘到了一个小岛，岛上的居民没有听过福音。保罗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只毒蛇咬了保罗一口。保罗不以为意，接着继续传讲主的道。岛上的居民都惊呆了，因为他们当地人知道，只要被这种毒蛇咬到，绝对没办法活命的。但是保罗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因此岛上的居民就相信保罗所传讲的神一定非常厉害，所以都信主了。我们所信靠的天父是真实的，是能保护我们安全的。即使遇到灾难，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，不被恶者攻击。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你都记住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保护我远离恶者，求你常常提醒我，坚固我的心，让我倚靠你得胜。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